最近这一年呢，越来越多新起之秀啊，很多新朋友还在揣摩的阶段，想着要拍哪一类型的影片，甚至抱着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态度哦。简单来说就是模仿，或者是就是像你去吐槽人啊，也不一定是吐槽啦，就是怎么还不进攻？ OK， 现在。Yo, peace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mbo 阿宝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，就是为了冲 views 还有增加 subscriber 吐槽的影片，真的对一个 YouTuber 来说有帮助到吗？尤其是最近这一年，越来越讲东讲西，吵吵架架啊，吵闹吵闹这样子哦的文化了。好 boy 哈 ，peace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boy。我还没有，我正在睡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个婚礼，我的表妹结婚了，耶、yeah, ！Let's go。西门合照留念。我那那是花童会没啊？他有看到恩惠。一生恩惠。拍得到我没？拍到了。哟，恩惠，还有娜娜，合作花童。哇，你个妹！喂，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要拍这些吐槽的影片啊，或者是酸人的影片啊？吐槽他们，他的粉丝也会看到啊，然后就变成哦，很多人来看哦。嗨。拜。哥，娜娜，洗白了。我们带了恩惠，带了娜娜，现在要回家了。Yo，OK，回到家来了，换了衣服，戴了毛毛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，boy， 可以来。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吐槽为了冲 views 还有冲 subscriber 上 subscriber 真的有帮助到吗？你是问我啊？对啊，不然我问你来干嘛？我觉得有等一下我觉得我们换位换位为什么要换位？换位要比较顺吗？我这样子然后看着电脑，然后这样子又看着镜头，这样电池又电池。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一集影片呢？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朋友，尤其是新朋友，要拍这个 YouTube 的 video 啊，又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，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都会认为拍影片哦可以赚到很多钱呐、尤其是看到 YouTuber Top 1赚多少钱， Top 2啦， Top 10啦， Top 20赚多少钱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做这些 YouTube 啊，他们就是为了要赚钱，多数啦。可是我感觉啦，就是真正那些 Top 1 Top 10这些，他们本来抱着那种来拍玩玩的那种心情，结果没有想到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的初衷全部变成能够赚钱，就引发了现在越来越多新的 YouTuber 呢，都是目的要先赚钱啊。其实你可以先 basic 全部打好来了，你再讲要赚钱。你看那钱，哇，进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哇，多到要死。OK， 还有另外的原因要拍这一集影片，就是因为很多我们保镖朋友们的留言啦、都是有关于到哎，周末阿宝之前都有拍很多吐槽啊，或者是酸人啊的影片啊，比如讲，觉得你不用踏其他红人，做自己就好。我也是因为看你的原本风格的，跟 gossip 啊、吐槽影片、肤浅、超八卦，喜欢你之前的 vlog 在家里啊。其实这一个课题哦，也是有关系到我之前有一支影片，就是讲到我也做错了。那里面呢，我就有解释我之前跟风，其实还没有跟风之前我。已经拍了很多支的影片，就是很难有看到点击率，很难 gain views， 很难 gain views， 很像很少人关注这样子。让我们看看回 YouTube 怎么了。所以最近这一年呢，越来越多新朋友还在揣摩的阶段，想着要拍哪一类型的影片。简单来说就是模仿，或者是就是像你去吐槽人啊，也不一定是吐槽啦，就是别人拍开箱，我们拍开箱；别人拍麻辣面啦，拍二诊啦，我们就跟风跟着去了，都没有什么对错的啦。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其实跟风为了吗？尤其是你没有 idea 的时候啦，跟风应该就是最好的办法了吧？对，就是模仿而已。只是有时候你会被网民说成你是抄袭，其实不是抄袭啊，我本人演出，我不是抄，我只是模仿。
其实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其实，当然过去我也是抱着乱拍啦，因为我又不 edit 嘛。对，所以模仿方式的学习呢，直到我去年七月份才开始拍那些话题性的影片。对不对？结果就被黑了很多，尤其那个时候我们中学生想什么开 live 讲 Cody 的那个影片。对，如果要看回之前我们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右上角，我们都没有删的了。说真的，吐槽的影片啊，的确会有帮助到，但它不是真正的帮助到你自己的实力的 views 啊。讲讲，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点啦。当你吐槽了某某人或者是事情之后，那个 views 哦，它会冲到非常的夸张。很高，同时 subscriber 也会上得很快。就好像我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做的那一种吐槽或者吵架骂来骂去之类的影片哦，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个 subscriber 直接混到16000那么多。平均哦，我们之前每个月的 subscriber 只是2000多，不到5000，不到3000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频道，它的 subscriber 比如讲有200万 subscriber， 但是平均的 views 哦很低。少得可怜，有一些 subscriber 可能是400、500千的 subscriber， 但是他 views 可能只是100千、200千，或者是50千，就变成比例缩水去。对，很像那个频道哦，它不是属于正常的，它不是正常运作的。对，不是正常的那种观看次数。对，所以第二点呢，吐槽需要有人被吐槽，你才能够拍这个吐槽影片。对啊，所以你就会害人了咯，你就会讲到人了咯。不一定是关系到人，可能是某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讲政治人物啦，或者是某某的 YouTuber 啦，或刚刚好发生新闻大事件就爆发出来，就爆发出来。如果你讲论谈论这些事情的话，也许啦，你可以拿到那些所谓的关键字，然后一夜爆红，人家可以搜寻到你的影片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它就像暴发户这样，你做 YouTube 你不能一天两天，你要保持下去的那种。对，像我就不是了咯，我就是那种暴发户，暴发了，然后拍恶整我的影片，然后拍游戏的或者是做游的就回到 normal， 又回到这一个的起点。对，一个也不是最初的起点，你的 subscriber 到9000多了嘛，有那个 basic 了啊，有那个根基，我还没有保持。对，第三点哦，是否吐槽是你的影片或者是你频道的长久之计吗？像我就不是，我就是玩 game 玩得去。有一些人就是拍恶整系列的咯，就像重量级咯，他们过去呢一直都几乎就是发布恶整系列的影片。我没有，只有恶整系列。但是直到最近这几个月呢，他有发布了更多自己的 vlog 啦、生活啦这些东西哦。问答题啊，问答题哦。对，他虽然有140万的订阅人数，但是哦，都变少，变少了。对，所以他频道的风格方向也开始慢慢的改变转变，他的 views 也没有说很高。但是有一天他没有拍二整的时候，他的 views 就没有高了。对，所以真正喜欢你的那一些人，他并不是喜欢你这个人。而是喜欢你的二话题，那个话题，啊、对。像 PewDiePie， 他有8000万的 subscriber， 81亿 million 哎，但是基本上他每一天都是有百万的 views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拍的都是那种 game 的影片，然后但是他百万的 views 啊，他也只不过是达到他 subscriber 的5-10%而已吧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例子了。你就可以看到，真正喜欢 PewDiePie 的人或者关注 PewDiePie 的人，也只不过是他8000万里面的5-10%的。对对，还有另外一位呢，就是 Cassie Neistat， 他有1000万的 subscriber， 但是基本上他每一天发布的影片哦，一天两天里面哦，他就可以平均达到1,100,000的 views 啊，大概也就是5-20%左右的 views。所以其实这个比 PewDiePie 的频道更稳一点，但是他的%率还是一样7-20%，也没有说比 PewDiePie 稳，差不多了。对了，差不多。有一些频道哦，它不一样的，就是说每一支影片的 views 都是超过他原本的 subscriber 的。对，我知道的有会计罗啦，他这一个频道呢是专门讲这些比较科学的东西，科学啦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的。他这个是很稳很稳的那个很稳的频道啊。比如讲他有800000个 subscriber， 但是你看他的 views 基本上都是超过他原本的订阅人数。对，所以这个频道就比较有主题性系列的一些影片了。对，然后我发现的是他这样15-12分钟啊，还是很多人看，然后他是一个星期出两集，不到3天就可以到80万以上，差不多100%了。对，影片的长短，然后频道的风格，还有频道的主题非常的重要。
对，这样子能够看出一个频道是否健康的成长，所以这个也是频道要怎么样去拿捏，让人家看到你的频道的风格是哪一种。对，还有影片的发布的那个频密度，就是像我刚才讲的，你每一天发布影片哦，不一定见得 YouTube 每一天都放你的影片，对，推荐你的影片。所以啦，做 YouTuber 他也必须要有很强烈的自我风格。对，所以你影片的种类也很重要，不能这一下这个一下那个，就变成你的订阅人数跟你的观看人数不相比例。所以啦，这些吐槽为了 views subscriber 真的有帮助到吗？我的答案是有啊。问题是当你有了很多的 subscriber， 有了 views 之后，你要怎么样继续的经营保持你的频道的风格，你的方向，你的特点，怎么样留住你这些 subscriber 会持续的看你的影片，喜欢你的人。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加的值得我们去关注。对，好啦，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开一个单元叫 YouTube 什么的，讲讲 YouTube 什么的，就是 YouTube 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子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一集就不要了吧，因为你这个主题都讲了吧，你的 channel 不要太乱。是的，我的 channel 不要太乱，但是不知道这一种的影片系列大家会是否有没有兴趣啊。对，如果我们拍了这个系列也不是很多 views 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拍生活影片，但是关系到生活旅游影片的话是放在我们的第二频道了，所以这一集影片就是放在主频道的那个系列了。毕竟我们频道的风格我们还是会专注，比如讲中学生想什么啦，男女通杀啦，还有一些语言大不同啊，语言大不同啊，游戏挑战啦，玩 game 啦，做一些实验的东西。所以啦，喜欢这类型的影片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楼下留言的啦，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，下一集影片再见啦、啊、不要讲太多，不要忘记了 please， 没有 OK，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Rainbow 阿宝，我是阿白，拜拜。